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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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大家请发走。我们要把昨天讲的先做一个结论。昨天讲的跟今天讲的是叫做长行文的部分，是整个十大愿王的长行文。十大愿王啊，是第四十品啊，历史上没人讲啊，是我跟他定义的。他不在入法界品里面，他叫做普贤恒愿品，是独立的一品。这一品呢、啊，是《华严经》的结论，《华严经》的结论，《华严经》讲一个行法，在《华严经》里头来跟他取名，《华严》的行法应该叫做、啊。海印三昧行法、哦、海印三昧怎么修啊？那华严经讲的都是，那你看完华严经啊，肯定不会修、哦、那么华严经里头啊，它明明的很清楚的指导出一个修行方法，叫做普贤圣。所以呢，它有普贤圣的行法。那么普贤圣的行法呢，其实就是华严经的海印三昧行法。所以在他的方法论里头啊，华严经的方法论里头啊，就是修行的方法里面，其实他有三个修行方法，同一种，但是有三个。一个是经的行法，一个是普贤圣圣的行法，一个是华严经的这些修行人在一起的那个行法，那个叫做华严宗的行法。所以华严行法其实来讲，它有三个面向，三个立场，它不是三种行法，一种行法它有三个立场。一个是普贤圣的圣的立场，叫做圣的行法。一个啊是经的立场，叫经的行法。一个是华严宗的立场，就经营者的立场的这个行法。那修行的内容呢是一样的、哦、那一样为什么要讲三个？我跟你讲，三个就是三个，你大概都没有去体会到。就老师有老师的立场，对不对？编书给你教的那个有编书给你教的那个人的立场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学生要学有学生的立场。那编书的人要编给老师的时候啊，那编书的人就要想到老师的立场啊，对不对？同样呢，老师要教的时候要想到学生的立场啊。我现在不知道各位啊是怎么样，我们在台湾呢、啊，那时候台湾刚光复啊，教我们讲国语啊，你以为你知道怎么学吗？你根本就不知道那老师在讲什么。我们是讲台语的小孩，啊，你来教国语，啊，我们只能眼睛瞪着，啊，嘴巴开开，啊，老师讲什么？老师说听懂点头，听不懂摇头，啊，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是点头好还是摇头好，我们就变这样子啊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为了这个我还被罚站，嗯，老师叫我起来说，什么叫骨头？我就看看同学，什么叫骨头？啊、嗯，骨头搞不懂，门口站。我们当时在读书啊，那国语听不懂哦，站门口啊，站在教室门口啊，站到、啊、人家都走了，下午还不敢走，老师没叫我们走啊。你看我们也是乖儿子啊，啊、嗯。到最后校长来，你在这里干嘛？老师叫我罚站，
那法藏怎么还不走？我一看大家都走了，回去。老师没有叫我回去，校长叫你回去，是这样才敢走的。你要笨到这种程度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懂得学生的立场。啊，当时的老师是那个学校毕业，成绩最好的那个留下来当老师啊。你以为还有什么师范学校啊？没有啦。就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去成长，你想我们要学什么东西啊？学半天什么也不懂，老师脾气又不好，因为他不过比我们大几岁而已啊。那你就知道，要学习的话，在教学当中啊，你要懂得这样的一个情况。那么我们修行也一样，经有经的立场，圣有圣的立场，宗有宗的立场。那我们在这教学的时候，它各有不同。那这个现在没办法讲，那等你要进禅观的时候我们再讲。那个是很明显的有一个差距在。那一般讲经啊，没有人管这些啊，只要字不要念错，你听懂就好。文字好像懂，知识好像懂，其实佛法什么都不懂。那教的人都不知道在教什么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为什么今天佛法会到末法时期，甚至法都破灭了，就是因为这个立场没有拿好。所以很认真在教，可是大家都很认真听不懂。我相信各位都一样，认真的学几十年的佛法，到底佛法在讲什么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就变这个结论了，那就很遗憾。那我们要告诉各位，《华严经》最后的结论，他在讲什么？这个结论，十大愿王这个结论呢，就是要你回到最前面的本体论的那个地方去。所以《华严经》一开始啊，有十二品经啊，是讲本体论的。讲本体论的，是从第三会开始啊，他才讲到方法论。方法论分三个层面来讲，讲完了，三个层面，从第三会到第七会是一个层面，一个理论系统。第七会，也就三四五六七五会啊，是一个系统。第八会离世间品又另外一个系统。第九会入法界品又另外一个系统，它三个系统在教的。入法界品只有39卷，第40卷的这一卷我们分开来叫普贤恒愿品，它是单独成立的。那古代是这一品啊，是附在39卷后面，所以统称为啊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恒愿品。其实它应该是分开的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品，这叫入法界品。普贤恒愿品是另外的最后这一卷的部分。那历史上已经都把它并在一起啊，那我们就不谈了。那么解释这个经题的时候，就是说以普贤恒愿来入不思议解脱境界。那历史上这样解释已经1000多年了，所以我们也就不再干扰它。但是我们要在这里告诉你，这一卷是另外一卷，这一卷叫普贤恒愿品，这一卷是另外一品，所以华严经一共是40品，80华严，加了这一卷以后是40品，它不是39品，尤其现在的80华严都是81卷，就加了这一卷，那就更应该独立出来，因为它本来不在80华严里面。那么这一卷经文呢，是从方法论讲。回到最高的本体论那个地方去，所以这卷经文里头本来就会扣住本体论的部分，但也只是扣住而已，因为它没有展开本体论的部分。所以在讲这一卷经文的时候，一定要回到本体论，要不然不全。那当然这卷经文我讲过很多次啊。讲过很多次啊，通常也就是跟着大家一样，大家都要念佛往生嘛，
也要符合大家的念佛往生的欲望，欲望嘛，是吧？应该来讲，要符合大家念佛往生的妄想，啊，所以呢，就从俗方便说。那这一次跟各位讲的不一样，啊，因为最初两次讲啊，我只是把我内心深处的部分呢，跟各位讲。从上一次开始讲的时候，我就不是这样讲了，因为我们这是第四次嘛，啊，下一次还要再讲一次五次啊。我觉得这一卷经我们不能这样讲，所以我就开始改变方法，就以真实义来跟各位谈。那么十个大愿讲完了，现在要讲这个地方啊，我就必须跟各位谈这个部分，因为这个长安稳的部分呢，啊，昨天跟各位讲，菩萨摩诃萨是属于大人位的部分，八地以上的。那菩萨是指七地以前位中普贤。那后面这个长安稳的地方啊，若人，若妇有人，有没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？我跟你定位的都是位前普贤。换句话说，这是位前普贤的经文，也就是让我们凡夫啊，怎么样子用一个最简单的刑法，你直接可以回到本体界，是指这个部分。所以第一段呢，跟各位总说，有没有？昨天讲的第一段总说，第二段呢是行于世间，第三段是若生人天，那第四段呢是临命终时。那今天要跟各位讲的是这三段，昨天第一段、第二段大概跟各位讲了。那么今天要跟各位谈的，大概要谈到明天去了，哦，这个是很精彩的地方，而我们发现呢，这精彩啊还没有人发现，所以今天你能听到，你福报很大，大过前面一千多年的人，他们都没听过。首先我要跟各位讲啊，行于世间，无有障碍。这句话昨天讲过，我只大概讲一下。这个世间哈，当然用平白的语言来讲啊，就是今生今世，今生今世。但是这一段话里头有一个特别的词，我把它提出来，叫做今生来生。今生来生这个意思要怎么解释呢？就是来生到达的时候，哦，就下辈子嘛，哦，叫来生嘛。来生是下辈子，生生世世，哦，都叫来生，哦，下辈子到达的时候的那个时候你到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还叫今生，你懂不懂？就你看连续剧一样嘛，今天看今天的嘛，啊，明天再看还是今天的嘛，因为明天看明天，你说今天演什么嘛，是不是这样讲？你今天看是今天演什么，对不对？啊，明天再看的时候是不是讲今天演什么，对不对？你在明天你不会说明天演什么，因为明天还没到嘛。这个时间的观念你有吗？所以这个叫今生来生，就来生的今生就对了。你留意吗？这个词我必须要先跟你讲。而这个地方哦，假如是这样讲的时候，佛法很多东西你都可以翻出来。你了解这种观念吗？这第一个问题是，要跟你谈这个问题，就若人诵此愿者，这愿是十大愿的，对不对？诵是什么？受持、赞颂、受持，又要赞叹、称扬。要讲给人家听，赞就是要讲给人家听嘛。能够受持赞颂的人，他就会怎么样？尽力，我们只讲尽力哦，哦，尽你所能去受持，做多少算多少。假如你是这样的人，那你就有资格叫做位前普贤，也可以叫普贤行者。那么这个位前普贤、普贤行者啊，它有一个特质，经文都不会讲到的。我用白话跟你讲，它会产生一种现象，叫做端正心性，
提升灵性，还有这两种现象。当你端正心性，提升灵性的时候，你的无明呢，自然消除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你的人生啊，你的人生啊，就永恒的生命啊，就由分段生死啊，转为变异生死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是啊，你学华严最大的礼物。你可能听不懂，你肯定听不懂了，不是可能听不懂，要听懂的哈，绝对不是这种反应。分段生死的人呢、啊，是被无明业力牵引而生死轮回，这叫分段生死。变异生死啊，是被愿力引导。愿力引导，所以你临命终时啊，你就自然往生中台八业院。这个地方啊，中台八业院是永恒生命的结构，很简单的定义就是这样子。永恒生命你听不懂，啊，法身你懂哈、哦，其实啊、哦，永恒生命你才懂啊，法身你不懂啊。法身的结构就是中台八业院。中台的八业院是密法的根本定义，大概啊，所有学密法、汉密，我们中国密法的人都知道中台八业院，他们都知道有大日经。那我跟你讲，他肯定不了解啊，因为他跟你一样啊，都没有听过我讲经，所以他不懂。这个中台八月院就是法身的生命结构，要到这个地方来啊，你只有用十大愿王，我只能这样跟你讲，十大愿王的受持力，他的愿力啊，就会引导你到这个地方来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是因为你已经发心，你会受持十大愿王，赞颂十大愿王。你已经尽力去做，做多做少不要紧，知道吗？你要尽力去做。当你这样真心诚意，以身信心嘛，前面讲以身信心呢、啊，尽心尽力去做。十大愿望啊，在你临命终时会引导你，就直接进入中台八业院，知道吗？告诉你啊，我讲这个东西啊，应该来讲大概十年前吧，有一个自命为阿罗汉，他已经证得阿罗汉的人，他说哈，我怎么还没人这样讲过嘞？那家伙他自命为啊，大藏经读过好几部啊，哦，什么经书都看过，没人这样讲。我说这怎么会有人讲？我没讲就不会有人讲。除非我讲，啊、哦，现在我讲了哈、哦，你听到了。为什么我会讲中台八业院呢、啊？因为下面呢、啊，有没有即得往生极乐世界，道以即见阿弥陀佛、文殊师利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自在菩萨、弥勒菩萨，这四大菩萨是中台八业院的四大菩萨，所以他举这四大菩萨出来啊。又举阿弥陀佛出来啊，那没办法了。这部经啊的结构啊，所有现在讲净土宗哈、哦，净土宗的那个宗啊，有没有宗派的宗的那个宗啊？净土宗的人完全看不懂，他完全看不懂为什么有这四大菩萨，他根本看不懂，他根本看不懂。因为中台八业院啊是法身的生命结构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啊，浮现这四个菩萨经文，这种经文叫做隐喻文，隐藏预言的喻，隐喻文呐、啊，就把中台八业院隐藏在这个地方。那你不是修行人，你一定不知道。
啊、哦，你只是有知识的读书人呐、啊，你绝对不懂，因为这个是必须要你去实践以后，你的生命有兑现，你才会发现到，不然你不知道。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讲到往生极乐世界呢？刚才啊，那个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啊，我是简单的跟你定义，那个要讲理论，它会这么多哈、哦，这一句话带过去就好。要讲的话，那要专文讨论。光是讲这个部分呢、啊，大概你要再怎么简说哈、哦，不说十个小时啊，四五个小时跑不掉。变异生死跟分段生死，这个不是唯识讲的那个简单的定义，这样讲一讲，你好像都懂，事实上你根本就不懂，你只是记得这两个词而已啊，其实你完全不知道。你到底在变异生死，你一定会说修到什么时候会变成变异生死啊？我跟你讲，从这个地方你就变异生死啊。但是你一定不敢相信，因为你没修嘛，你光用听的，你怎么相信嘛？相信也没用啊，这是要实践以后它去兑现的。你要记得啊，《华严经》是实践学啊，只有透过实践，它自己就会呈现的。那他如实了之的告诉你，因为你不实践，所以你会一直狐疑，不具足信心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。为什么要讲其他世界不讲，讲极乐世界呢？这个地方就牵涉到你发心，你要是明相发心哈，是属于东方明相发心呢，就远种菩提因呐。要看东方太阳什么时候出来才有阳光，但是你真发心呢、啊，就是正行，正明正为南，正为南方，就是你已经有正确的行法在修了，所以这个地方直接就告诉你正确的行法，你已经发心，而且已经尽力在修了，是南方，南方过来，东方、南方、西方嘛。经过正确的行法指导，最后一定西方的成就，西方表示成就，所以呢，当然就用无量寿如来，无量寿如来的梵文就叫阿弥陀如来，所以叫阿弥陀极乐世界，因为阿弥陀佛的世界叫极乐世界。那假如不用这里，那就要用宝身如来。所以我们在整个经法的结构上来讲啊，到最后都会跟你说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。那这个无量寿是指无量的世界，无量个世界。无量光是指觉悟，因为你的性格，你的个性，你在生命中所做的定位，你所做的发心，跟你讲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因此，你透过正确的修法以后，你所得的成就也必然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么，把这些众生所发的心所获得的成就，统称为无量光。他们所去的世界必然叫无量光世界，就有无量个光明世界，而不是指哪一个，你要留意啊。所以在讲净土的思想里面，这个时候也叫净土宗，这个宗是中间的宗，中国的宗，我不是讲那个意识形态的净土宗，他已经把极乐世界扭曲了，变成有一个，我跟你讲，不是一个，是无量个。假如你对于极乐世界认为只有一个，那你是属于宗派的宗，净土宗。那你要认为这个极乐世界是有无量个，所以叫无量光，叫无量寿。那你就属于中国的宗，那个净土宗，你一定可以往生，因为你的性格会去相应的国度里。你要留意到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所以当你这样发心以后，这样修行以后，你必然会进入极乐世界。这无量个极乐世界当中有一个是你的，你会进去。因为你的生命结构啊，是中台八叶院的结构，这个结构是法身的 DNA 结构，一定有你的份。它的关键就来自于呀、啊，前面的发心正确。所以发心正确以后，你的生命那种永恒性呢、啊，它就会展现出来。这个时候，你就由变异生死啊、由分段生死的业力牵引呢、啊，转为愿力引导其前。你的人生啊，会很自在。就像这经文上讲的，行于世间无有障碍，行于世间是指这个意思，无有障碍。那你的人生如空中月，出于云翳，你要光明普照，不会是业力牵引的无明覆盖。现在我们都是无明覆盖，你不知道明天要干嘛，对不对？你唯一知道就赶快结束回家洗澡睡觉，明天我记得会起来，不起来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你还能知道什么？这叫业力，无明业力牵引。当你前面地方一转，转过来以后，你成为位中普贤，真发菩提心的时候，你就进入变异生死了，变异生死。所以说若生人天啊，生人天怎么样呢？所在之处常居圣足，这种人生多好，我要跟人家打架一定赢，对不对？小偷要来偷一定被逮啊，所以呢你常居圣足啊，这种人生多好，多自在啊。那你从这两句话来看，这样所构成的世界是不是净土啊？它本来就是净土啊。那你是宗派的宗的那个净土宗啊，就一直以为说我要往生净土，不再来人生轮回，那是你的事啊。因为你还是什么无明暗障，业力牵引，你只是还没死之前假设我要往生净土啊，你去得了吗？我们不能跟你讲说去不了啊，因为这样会打击你的信心的、啊。阎罗王还是会找你去盖章，啊，保证你往生阎罗王的地方。因为你没有真发菩提心，你还是在分段生死中，你没有办法转为变异生死。而我们这个刑法是当下就把你转为变异生死啊，所以你会。行于世间无有障碍，那个净土宗啊，宗派的宗的那个宗啊，他要讲的是啊，行于净土无有障碍。你注意看看，他的经文一定这样改，所以你就会发现，那净土宗的信众，他们是想到净土，不再到人间轮回，对不对？那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变异生死就没有轮回了。对不对？这里面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，到底是世间还是净土？净土跟世间，净土不是在西方十万亿佛国土外吗？我又跟你讲说，到底你是要往生早上七点的西方净土，还是晚上七点的西方净土？要讲清楚啊，对不对？这两天碰到冬至啊，你是冬至的早上七点的西方净土，还是夏至的早上七点的西方净土？要讲清楚啊！你去注意看看，地球绕太阳啊，冬至跟夏至啊，那个西方不同一方哦。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的西方也不同一方哦，搞清楚哦。所以当把这些东西带进来以后，你就会知道，讲西方不是你定义的西方。我跟你讲，我讲的对。
所以我不叫西方，我叫西位，西边的位置，那位置叫成就位，西位，西向西的位置，其实它只是一个形容词，它说明的是一种成就，修行以后成就的位置。那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啊，都东南西北绕啊，成就以后干嘛？像这千佛一样，通通坐在莲花上吗？你不觉得这很可怜吗？昨天来到现在，他都不敢动啊。你要成为这个样子吗？你说不是，不是成佛，不是这样，不然哪一样？成佛以后就这样，是吧？不对，手指不能分开，要这样。那常居圣主应该这样嘛？那会笑死人呐、啊！你以为说成佛以后就骑着龙来吗？骑着狮子出来嘛？我告诉你，保护动物协会一定把你抓起来，虐待狮子，怎么可以骑在狮子上？对不对？所以保护动物协会第一个就要去抗议文殊师利菩萨。你怎么可以骑狮子呢？你还用那么重的大莲花压在他身体上，你会知道这个都是笑话。那种你知道这个叫笑话，可是你知不知道你的那意识形态也是笑话？修行你当下，在华严为什么叫中的行法？你只要进到我们门下来，当下你就要转为变异生死，这讲得很简单啊。你当然要盖这个章啊，可是你还是分段生死啊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要从心里转过来的，心里要怎么转？心性要先端正，灵性要先提升，要不然你做不到啊。这里八个字两个词念起来很简单，你来做做看，做不到不算，做不到不算，一定要做到才算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假如你这样一转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生变成什么？今生来生呢、啊，通通是行于世间呢、啊。从这个世间来看，不但是今生啊，来生一到的那一生啊，还是行于世间呢、啊。但是呢，所行无碍啊，常居圣主啊，那我所在的地方处处皆净土，那你不是往生净土吗？你的意识形态是往生净土，就好像啊一个石头咚掉到一个池里头，啊那池里头叫八功德水，叫七宝池，然后呢，因为他没有带莲花去，所以掉到池底里面去，啊你还要哈花开见佛，那你要刚好掉下去的是掉到莲花上面的才算了，对不对？意识形态。这个应该很清楚了，这两句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行于世间无有障碍，所在之处常居圣主，这已经把净土的那种状态啊描述得很清楚了。我们呢、啊，很奇怪的一个现象，大家看了西方极乐世界图以后，都很想说，我往生极乐世界要在七宝池中花开见佛，然后面对阿弥陀佛跪在那里。你不知道很多人往生就站在 岸上看你、啊、那傻瓜又来了。你往生那边也有亭台楼阁可以住，为什么不去住 VIP 接待室，一定要掉在那个池里头呢？有没有？你有没有起过疑情啊？你往生就是那边的大菩萨，你为什么一定往生要从莲花池里头出来呢？那你一定说哈，我是下品下生，我是下根下气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去死好了。学佛学了半天哦，还是那么自卑，这种自卑感重的人呐、啊，人格性有问题啊，人格性有问题啊，他要修行本身就是障碍重重。我们可以勉励那些人，可以勉励，假如是有自闭症、忧郁症的这些啊。可以勉励他，你就念佛念佛，因为至少给他一个希望嘛，这是可以。你今天呢是个堂而皇之的人，
你还这么样子，叫做谦虚吗？我看是无聊的多，不是谦虚。你要有信心，佛法是一个浩然正气，给予我们人生生命灿烂光明的一种法，怎么会学到最后这样萎靡不振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怎么学到这个样子啊？这轮胎破了呢，还是油量不足啊？不是啊，你要学到人家的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个才做算嘛。念佛念到哪里去了？我是不会唱歌的，不然我就唱给你听。这是一个关键，是一个关键。那你会说，第三段经文不是这样讲吗？啊，又复世人临命终时，最后刹那，那这就关键处了。这句这段话哈，我念一遍给你听了。又复世人临命终时，你跳过两行啊，唯此愿王不相舍离，于一切时引导其前，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。那你会说哈，今生无聊，来生净土，啊，就会有一种哈转会图。三千世界为清净联邦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念佛人常常挂着那一对莲在那里啊？你都不知道啊，这样是贬低的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啊，有无量嘛，它是无量光嘛，无量寿嘛，所以有无量的世界，光明灿烂，又光又瘦啊，对不对？不是又瘦又肥啊，对不对？你要懂得啊，这个世界是非常殊胜的，但不是你意识形态中的那种状况。它从法身来讲，它是一个 DNA， 这地方只举出一个 DNA 结构，法身的结构就中台八叶院那个莲花有八瓣，中间是毗卢遮那佛，就法身嘛。八瓣，东方有个东方阿处如来，南方是宝身如来，西方是无量寿如来，有时候叫个观自在如来，哦，北方是不空成就如来。那他是这样绕着嘛，东方太阳出来也就是出发心的时候嘛，正式修行的就是南方嘛。成就就是西方嘛，西方成就以后要起妙用，就不空成就嘛。你都不知道人家法身慧命是怎么结构，你怎么往生呢？所以这个地方出来，除了四佛以外，四个菩萨：东南方普贤菩萨，东北方文殊师利菩萨，西南方观自在菩萨，西北方弥勒菩萨，就这四个啊。所以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结构啊，你把它看错了。而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临命终时，为什么此唯此愿王不相舍离，于一切时引导其前，一刹那中就进去了，进去极乐世界。到了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是法界嘛。法界的结构就前面这两句嘛，行于世间无有障碍，常居所在之处常居圣主嘛，一切自在无碍啊，这就是法界啊。那么到了法界，那你当然就遇到阿弥陀佛，是成就了嘛，阿弥陀佛来迎接你啊，就证明你成就了。那四大菩萨现在出来了，中台八叶院的结构完全挂在这个地方。那这个地方讲临命终时什么意思啊？那就讲到刚才讲的现生此生啊，今生
来生的这个问题啊，因为你是变异生死，变异生死像什么？像我们的生，我们人生是永恒的，哦，那么人生是一段一段的，所以你一生一生啊是业力牵引在转换的，因为你被无明盖住嘛，所以业力在牵引你转换，那你就好像什么？你要演戏赚钱，啊。上舞台，人家叫你演什么你就演什么，其实是人家叫你演的都很难过的，对不对？当苦力啦，你就是去那边秀一下，穿个什么衣服，那么好不好穿，反正你要穿，要不然就带死嘛，哦，啊，死了以后多给你200块嘛，哦，你没死啊，但是要演的是死掉，所以多给你200块当演员，你当那种演员呐，啊，叫替死鬼的演员呐，啊，差不多啦，你生生世世都在演那些啦。你替谁死？替你的业力死嘛？那被业力牵引着，你非去做那个不可啊！啊，做那些其实你是老大，不甘心，非常不甘心，不愿意做，可是非又非做不可。这无明的业力牵引着你，可变异生死不一样。你一转过来以后，法界是众法界，行于世间无有障碍，所在之处常居圣主。啊，这个一生转一生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啊，这一生转一生叫临命终时啊。那人在临命终时业力牵引的时候，你很痛苦，你很多无奈，有很多后悔跟很多遗憾，愿力就没有了。他会接引你到那边去，你要死的时候，那叫欲知时至，那非常好，善终。要到哪里去，你都很清楚。然后我就说，下辈子我要再来。这是真正的修行者。下辈子我才不再来。用我的口头禅讲，去死好了，早死早超生了。修行以后，我当然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。那我下辈子要再来做什么？我很清楚啊。怎么会不再来呢？当然再来啊，因为我来行于世间无有障碍啊，我再来常居圣主啊，为什么不来？啊，你是这么无聊的要死吗？为了一个事业，把老婆赌下去了，把孩子赌下去，健康赌下去，父母赌下去，事业成功了，然后我一无所有，所以到最后穷的只剩下钱而已嘛，其他都没了。那当然我不再来啊，听到佛法以后怎么还要再来啊？结果你就扭曲了自己，他没有办法入法界。而我们尽管是为钱普贤，你都可以入法界。虽然你不在法界行，因为你解脱道还没有完成嘛，不在法界行，但是呢，你还是无有障碍，常居圣主啊，层次低一点而已啊，还是在法界中啊。所以世间法界只在一念之隔，哪一念？你的心性端正不端正，你的灵性够不够水平，这样而已啊。所以你要怎么学？那师父，我要具备哪些条件？这两个条件，心性端正。要怎么证明你心性端正呢？那你跟人相处，应对进退合格吗？就来了，讲来讲去，还是回到洒扫应对进退，为人处事。所以你说学佛从哪里学起？在你家里，大家很高兴，哦，经常笑声会吵翻天，吵到哦电灯泡会掉下来，那就对了，那就对了。你只要回到家哈，都没人要跟你讲话，啊，自己摸一摸，自己躺着睡，自己爬起来哈，啊，自己去做功课，那你完了，你哪里也别去，你的净土叫做阎罗王殿。你已经跟你已经不是人了嘛？你想想看嘛。所以这两句话告诉我们的，其实你在那边这个世间
行于世间无有障碍，所在之处常居圣足。前面八正道，后面七菩提分。而这一世一世之间的转化，就叫变异生死，是由十大愿王引导你变异的。就像舞台一样，一个舞台换一个舞台，你是主角，你不是替死鬼。我要演什么？这里演完了，下一幕要演什么？我很清楚吗？对不对？你是主角，不但主角，主角兼导演呐、因为要演什么，我自己来嘛。你不是那种充数的那些，有没有那个演什么？那个英雄，那个不是很多演员嘛？哇，乌压压一片当中的一个，你就是那种人嘛。生死轮回的人就是那个，就叫你穿这个衣服，拿着啊喊就喊嘛，喊什么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但你一转过来，你的灵性一提升以后，你就是导演兼主角，主角是吧？不是主角。这人生啊，马上就有这样的变化。所以这个临命终时讲的这个部分呢、是非常重要的。而这个地方啊，还有一个，他讲到说啊，唯此愿王不相舍离，于一切时引导其前，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。那我说他是至高无上的境界啊，那你大概不懂啊、我想你也肯定不懂。我就假设你不懂，假如你懂，就装作不懂。那我讲一遍给你听听看。刚才讲过，前面两会啊，是本体论，《华严经》啊，讲这真理宇宙的本体状态。这个本体状态啊，它是形而上的。我们讲这个形而上，它是有结构的，啊，结构的每一个因素也都讲了，有70个因素，有4大类也都讲了，你不见得懂，你不见得懂，那么形而上变成形而下是怎么来的呢？那就普贤三昧品上面讲，普贤三昧品讲这个东西啊。那个三昧叫什么三昧啊？叫做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长生菩萨三昧，这名字很长哦。重点是如来长生在菩萨里面这样的一个三昧，所以他会从形而上的如来转变成形而下的菩萨。形而上的如来就是毗卢遮那佛，形而下的菩萨就是普贤菩萨。那么形而上的这个本体界呢，中国话叫无极。形而下的这个本体界，普贤菩萨这个地方所代表的就是太极。那么在前面讲本体论的时候，从本体论到现象界里头啊，本体界到现象界之间呢、那有这么样一个转换下来。现在你从方法论要回到最高止于至善的那个地方，就是形而上的本体界里头，怎么去啊？就这里来的，就这一句话，这一句话是相应于那里。所以形而下，从形而上的如来要到形而下的世间来教化众生的时候，要靠普贤这个三昧，叫做如来长生菩萨三昧，而由形而上的本体转为形而下的本体，然后扩充成为形而下的现象界来广度众生。那么形而下的众生要回到形而上的本体界呢，那就要透过十大愿王的这个唯此愿王的普贤恒愿力，于一刹那中把你送回去了，由形而下转为形而上。这个理论呢、在这个地方出现，是我为什么要把这卷经文
从入法界品里头把它独立出来的原因，关键在这地方。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，那你现在把它矮化，成为有一个地方叫极乐世界，到那里去才要精进修行，那你根本对佛法完全不了解，完全不了解。佛法他告诉你，你一入佛门，真发心，这辈子好好去做，这样就好了。马上你就进入变异生死，那就所行无碍，常居圣足。这种净土要不要随你啊？是你决定的，啊，是你决定的，看你去不去。都没人讲话，好像不去啊。我们都说呀，我要去。这是你要自己争取的。他需要是你的心力，去端正你的心性。主要是这一点，因为你的心性一端正以后，那个淫血淡肉诸恶鬼行鬼神呐、啊，就皆悉远离。假如那些人不是坏蛋，那会或时发心亲近守护，对不对？我们讲无形的、啊，你看不到的、啊，叫做淫血淡肉诸恶鬼神呐、啊；看得到的叫什么？狐群狗党啊，酒肉朋友，对不对？酒肉朋友不见得都不好啊，因为你就要跟他晚睡，都是酒肉朋友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哎、啊，但是你开始端正了你的心性以后。那不见得啊，真的是酒肉朋友就离开了，那个还是好人的就会留下来、啊。我跟各位讲，这种转变在哪里、啊、我们在工商界奋斗的时候，是不是吃喝嫖赌都来，对不对？那喝酒的朋友啊，那哎有没有空，就要去啦、啊。你不去，没有交际，没有来往，事业不好做啊，那只好就去啦、啊。这叫酒肉朋友，可我在想，不行，这样不行，这样的身体会弄坏。哎，打麻将就你要打八圈了，不能打一半走啊。所以一开始打我都一直赢，到最后糊了，我也不知道，已经累死了。那我想这个要改啊，这不改怎么办？要改又要怎么改呢？想了半天了，说不要喝酒。不喝酒要怎么办呢？我不是受酒戒，所以不喝酒啊。我是实在这样子混下去不行了、啊，改而喝茶。喝茶，茶就比酒淡很多了。一喝茶以后，喝茶朋友就聚过来了。喝酒的，哎呀，去嘛去嘛。我说不行，这里朋友在这里，好啦，以后不邀你了。来，皆悉远离啊，对不对？那也有几个，喝酒不好，我们一起喝茶好了，就喝茶了。那你知道喝酒的人都讲什么？喝酒的都讲鬼话，讲了干坏事的话，喝茶以后啊，喝茶都讲神话。喝茶的人都说哈、哦，哪个地方修行，哪个人不错，都讲这些啊，真的假的啊，不管他，但都是讲好的嘛，都讲好话，都讲哦要修行啊，做好人做好事，都讲这些啊。喝酒的都说哎，哪个地方怎么样，都是要想去做坏事的，这很明显的、啊，饮血淡肉，诸恶鬼神皆悉远离啊。即使那些人也有几个会留下来，或时发心亲近守护，而且啊，讲神话的朋友就越来越多。当然你也会在这个圈子跟着混一圈以后，你发现，真是的，都是迷信的。都是迷信，但是也都是好人呐、啊。那你要调整这些迷信的朋友就更快了。那要怎么调整？你自己要用功啊。所以你的修行住道就会转过来了，你就会转为变异生死了。你就尽量去做就好。那你假如哎呀，我没办法啦，哎呀，在商场上啊，不喝酒怎么行？那你就永远不要，你永远没有办法。转过来，你还是分段生死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他在谈论的这个问题，
已经讲到第一个修行的本质，修行的本质是从你当下做决定的时候，你的命运就开始改变，其他就是你尽力去做，它整个境界会慢慢的逐渐的转过来，而在转化的过程当中，你要带着决心去修正它。当你修正的过程，我们也会有失败的经验，但是你也会有成功的喜悦。逐渐的，你会有失败的多，成功的少，逐渐的转变为成功的多，失败的少，那就是你成就的地方嘛。你就逐渐转过来，那这个时间3年5年不等，每个人不一样，看你完全投入的状况，你就整个逐渐转过来，这就是修行本质。所以要成就变异生死并不难。那到最后这个地方讲的往生极乐，极乐世界的结构这个部分呢，是另外一个重点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讲。这个经文啊，我就不逐句的跟各位讲了，因为这个解释啊，大家看呢、啊、就很清楚了。我们另外啊，我在其他的地方讲过，对这部分呢、啊、都有很详细的说明。啊，要查，大家查查那些资料就好。那今天呢，跟各位讲的、啊，这是讲真实义。啊、哦，你愿解如来真实义啊。但是听到了、啊、其实是听不懂啊，不是不解啊，大家都想，就像那钻石一样，啊、嗯，刚才品行师姐拿给我看，那这个漂亮吗？哇，好漂亮，多少钱？给你猜猜看，那猜了半天，它台币100块，啊、哦，一颗好大好亮的钻石啊，他没讲你也不知道，100块，啊、哦，当你不是货的时候啊。那100块的钻石就可以了，啊，你要是真的那一块是钻石的话，我看100万你也买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关键就在这个地方，这个真实意你真了解吗？假如你已经摸索好几十年的话，那我相信这是很精彩的，啊，假如你是，啊，不是都这样吗？每个法师都说他讲的是真实义啊，哪个不是真实义啊？那这样的话，这些就显得没价值，那没价值也无所谓，哦，你就听听看吧。你虽然不懂得这是真正的钻石哈，你带回家收藏着，万一天哪天没饭吃，你不要吃它，拿去变卖，你就吃不完，哦，到要用的时候懂得变卖，不要把它吞下去。吞下去就麻烦了，所以临命终时的这个意义啊，它是很重要的，它是告诉你你在变异生死中可以一直走到生命的最高点，止于至善的目标。那么剩下来的问题就止于至善是什么个东西啊，对不对？我想这个大家止于至善你没听过了，哦，那我们是常讲，那佛经里头你至少常听过嘛，成佛就止于至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开悟是止于至善嘛，证阿罗汉止于至善嘛，至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嘛，无上的嘛，不是至善的嘛，那他指的又是什么呢？所以你要弄清楚啊，我跟你们一样刚学佛的时候啊，我跟净空法师学了8年，搞了半天啊，8年中啊，你看我反复照他的方法学啊，我就问他，我说师父啊，怎么念佛啊，念到一心不乱，我就问他啊，怎么一心不乱，不打妄想啊，我问他怎么不打妄想，一心不乱，怎么样一心不乱不打妄想啊，就在那边翻来覆去。所以8年后啊，我决定离开他，因为怎么一心不乱你没办法讲嘛，啊，你就讲不打妄想，我说要怎么不打妄想你也没办法讲，你就叫一心不乱嘛，
那不打妄想的定义就是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定义就是不打妄想。那我要怎么修啊？我要问你的是怎么修啊？现在这个问题我解开了，全世界你要只有找我，因为我没有分号。你又有这种，但我知道他大德啊，因为我跟他学跟你们不一样啊，你知道我听他讲经多辛苦啊，像这种天气在台湾冷得要死啊，下了班以后哈，肚子饿得要命，赶快啊到那个自助餐吃一次，窝着衣服就进去听他讲经，你知道他讲经哦是很精彩的，他讲第一句话讲完以后就开始摇头。摇到要讲第二句话，我就睡着了，一直睡到哈念唱回向偈，我就桌子上已经一堆口水了。本来就累了一天，又冷，然后又吃饱饭，然后穿着一个大夹克，然后就听他讲啊，他你讲快一点嘛，讲那么慢，就他第二句话还没吐出来，我就已经睡着了，你知道？我这样煎熬了半年了。终于听得懂他在讲什么，他说乡音又重，有没有听过他讲经啊？他乡音又重，他讲的是很精彩啊。可是你讲快一点嘛，我这个急性子没办法像他那么。听他讲经的人说，听我讲经心脏都快要跳出来，我是听他讲经就会睡着啊。听了半年以后啊，我才逐渐的哈摸索出他的语言模式。跟思维模式搞了八年了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他跟八年，要跟他学讲经啊。后来我离开了，就没有刑法，这是我们中国佛教最大的缺点，刑法讲不清楚，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缺点给补过来啊。新的时代不能这个样子，一步一步的，每个步骤都跟你讲很清楚，现在这个就跟你讲很清楚啊，这个无上大法已经把你灌顶了，有没有被灌到？要论价钱哈，最少100万人民币啊！你那么简单就捡到了，你说这哪值钱啊？等回家听光盘就有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自己要珍惜它。我们常跟各位讲啊，你想要给自己成功啊，你要给自己啊创造条件，你没有办法为自己创造条件的，你永远没有东风，知道吗？你把条件创造好了以后，说只欠东风，那就快了。你只要等，只要有东风，你就成功了嘛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给自己创造条件的话，你一直找东风哦，我告诉你哦，你一定啊要付出四个成本。第一个，家庭一定压下去。第二个，你的所有人际关系会压下去。第三个，你的健康压下去。第四个，你就算成功以后啊，你会一无所有。这个就是啊，穷得只剩下钱，你是成功了，你都没有朋友了，父母也不要你了，妻子也不要你了，子女也不要你了。自己健康也不要你了，你剩下干嘛？所以你一定要弄清楚这些，先给自己创造条件，成功等着你来。你不给自己创造条件，你不要追求成功，你一定会输得最惨。这我就一直讲啊，我们同学也还有人有这个样子。哎呀，师父你不知道。是你不知道，不是我不知道，我走过你的路啦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是走过醒来的，告诉你要放下了。你是还不醒来的人，就好像那贪睡的人，叫你醒来了，你翻个身了又睡着了，闹钟响了按下去翻身再睡嘛，就这样的状况。这叫做无明业力牵引，分断生死。这是前面的部分讲完了哈，因为你有十大愿王的愿力接引，所以你就变异生死了。好了，现在讲变异生死，你转过来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
你转过来的法界是什么法界？你的法身，法身结构是什么法身？我跟各位讲，在讲的时候，不止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不是我要讲，是法界加持力来的。我们讲中台八业院四方佛，四维是菩萨，四维菩萨，我们跟各位讲啊，四祖要妙严品里头啊，就第一句第一品经四祖妙严品啊，就讲四众菩萨。这四众菩萨是我讲的，因为从来历史上没有人去分析说这个形而上的本体呀、啊，它的结构是什么样子，这是没有人研究的，因为历史上没有这种思维啊。我们是活在这个时代，希伯来文明的学术思想领域里头啊，常常要讲这个东西。是我把这个东西引用进来以后，才发现西方人没有本体论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以为哦，他们哲学很发达，那是死胡同一条路啊。西方人真的没有本体论，我们中国啊是莫名其妙，因为日本鬼子啊把它翻成本体论，他们是叫世论或者叫存在论，日本人把它翻成本体论。中国因为文化崩溃，民族丧失自信心跟自尊心，日本人讲什么都对，所以呢就把他所翻译的本体论拿来用。但我告诉你，中国人有本体观，没有本体论的理论，但是中国人有本体论。尤其在华严经思想里的本体论啊，他还分出本体界，本体界这个词是我用的，就像现象界一样有本体界。既然有本体界，本体界长什么样子？我跟你讲，书本里头我都写很清楚，因为这个我是用写的，不是用讲的啊。现在讲给你听的是一点点而已啊。我书里头这讲得很清楚，这个本体界的结构啊，在四祖妙严品上面有。四祖妙严品里头啊，就分四众，七十一个。这个佛中国佛教有一个毛病呢、啊，喜欢讲整数啊。净心品141大愿，我们都简称140大愿。这是习惯，中国人喜欢简化嘛，所以我们名字不是三个字嘛，啊，更懒惰的人就变两个字。我不是说你的名字两个字叫懒惰哈。中国人就一直简化嘛，最好一个字嘛。那西方人不是，那名字那么长，有没有？这就是一个差别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，是有71个，我们通常就叫70个，每一个都有名字。四大类，这个四啊，讲什么？就是中台八业院里面的这四个菩萨，你不知道啊？这四个菩萨就是这个结构啊。这个我叫四众，你知道形而上本体界啊，跟形而下本体界啊，它的生命因素是一样的，所以如来的生命因素跟普贤的生命因素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我跟你讲，一样，量都一样。但是形而上跟形而下有什么不同？关键就在这里啊！形而上有这些元素，形而下也有这个元素。那形而上跟形而下差别在哪里？这是关键处啊！如来跟普贤在差别在哪里？如来是形而上啊，普贤是形而下啊。所以无极跟太极的因素是同样的，但是无极跟太极的元素有哪里不同？
你修行移情就要带到这里来，没有人教我了，我要去问谁啊？我是自己带着移情去做无尽的超越，去做面向未知的工作。所以我常跟各位讲，真正修行要具备两个特质，面向未知，你敢不敢面向未知嘛？就做一些你不曾做过的事，你敢不敢嘛？想了半天，我想想看，你都不要对着我，我给你的答案就去死好了。你在想什么？啊，我不懂，不懂就去嘛。碰了钉子再讲嘛，你必须勇于迈向未知。一回生两回就熟了嘛，大不了摔一跤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调整一下再来一次嘛，几次就好了，你就知道什么，那你的生命境界领域就展开了。为什么不打开你的视野呢？又不是做坏事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当你这块新的领域成熟以后，继续再往前迈进，这个叫无尽的超越。只有一再无尽的超越，一再的迈向未知，你才有可能达到止于至善。这就是你自己为你自己创造成功的条件。至于说这样做了以后会怎么样，你不要管，以后再讲啊，还没到以后，现在就活在当下，你管以后干嘛？你只要知道你要做什么，为一切众生，为成熟一切众生，那你去做嘛，目标是在这里嘛。那你自己呢，对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谁顺嘛，前面不讲了吗？对不对？你就能够圆满你的普贤菩萨诸行愿海呀，这定位就是这个样子而已嘛。好了，那现在到了，他说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其实是法界，法界，所以它不是一，它是无量多，所以叫无量光、无量寿。你看哦，所有净土中的人都知道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、无量寿，可是他不知道极乐世界是无量的。极乐世界怎么会变成 only one 呢？那就不对了。他假如要解释成 only one 的话，那就是法界了。所以当他的意识形态是僵化的，是闭锁的时候，这种叫宗教狂热，他已经走入死胡同。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这样。你要懂得他在讲什么，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。他没有解释极乐世界，他就不解释了，不用讲了。基本上我们定位他就是法界，所以这个定位是把极乐世界抬到最高的地方了。可是当你把它僵化的时候，极乐世界其实是最起码的条件。你假如说从狭义来解释的话，那我只要一发心我就进极乐世界了嘛，那还要讲什么？我只要一发心就到极乐世界，只要死命中就进入了，那这极乐世界一点殊胜都没有啊。他为什么不殊胜？一点殊胜都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必然要给我的嘛，对吧？我不求自得嘛，极乐世界是不求自得了。只要你真发心，前面讲的狭义的极乐世界不求自夺，但是广义的极乐世界才是重点，也就是法界的结构。我们在讲《弥陀纲要》《阿弥陀经》的时候，我写一个《弥陀纲要》，就是一个《阿弥陀经》的基本结构啊，这个部分呢、啊，我们同学说要整理啊、哦，都还没整理出来，因为你整理出来以后，我写的部分要附在后面。啊，我们讲完到现在，大家整理半天，不知道哪里去了、啊，所以那本书还没出来。那极乐世界这里没解释，他从讲道以极见阿弥陀佛，那就是以阿弥陀佛为核心了、啊。
对，他是佛嘛。四个佛当中，阿弥陀佛是成就的这个佛，他还没讲到成就以后的用运用。讲这阿弥陀佛的时候，是讲成就的本体，成就的本体，本体得到以后要依体起用，知道吗？所以成就阿弥陀佛是大人位，就八地以上的位次，依体起用等觉位，等觉位。哦，一体显相起用，显相叫妙觉，所以八相成道非常重要，原因在这个地方。像我们八相成道，把它当作小孩子，我们讲故事给儿童听的时候，有没有佛陀的故事一定讲八相成道？因为这么一讲哦，所有学佛人都不懂得八相成道是要干什么用的。成佛为什么一定要八相成道？我跟你讲，大圣跟小圣呢，对于八相成道是哪八个哈？从历史上吵到现在啊，有一两千年的时间了。为什么他要吵？你知道吗？八相成道是妙觉位的特色，妙觉位的特色。要想具备八相成道，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，所有要成佛，真正成佛都要八相成道，所以他的要件是非常严格的。啊，我们讲故事给儿童听，那都无所谓啦，都无所谓啊，对不对？就像你讲两只老虎一样，两只老虎的故事是怎么样？谁都可以编，你知道吗？谁都可以编，因为那无所谓嘛，讲给儿童听嘛。所以八相成道要讲什么？你讲的也是什么没意义的，只是向上的东西，但是它却是经过无量劫的修行最后所表示出来的样子。这地方也是一样。好，阿弥陀佛是成就的本体，意思就是你经过十大愿王这样发心，直接你就到阿弥陀佛这里来了。它是西方西的位置，用西来代表的位置，东方是用东来代表的位置，那么东南西北的位置都有它表法的意思，不是真正东南西北的意思，知道吗？跟那个没有关系啊。哦，十方是来自于东南西北没错，可是它所代表的法义不是东南西北的意思，你要留意到这一点。所以它用西位来做表示。好，那么阿弥陀佛以外，他提出的是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自在菩萨跟弥勒菩萨，照讲啊，照讲。你到极乐世界来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左右丞相啊，对不对？左右宰相要出来才对啊，那就是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嘛。那怎么观世音菩萨变成观自在？当然是同一个啦，那无所谓。那大势至菩萨哪里去啊？那怎么跑出文殊普贤跟弥勒来呢？所以他是讲到核心问题，法身的结构问题。那到这个地方来，我们就要把这个部分跟各位讲一下。第一个问题啊，形而上本体，形而上本体啊，分两个部分讲，一个是形而上本体界的总相观，同称的总相观，它的名字叫如来，所以叫如来常生菩萨嘛，这总相观叫如来。这个如来呢，其实就是毗卢遮那佛，哦。那形而上啊，转为形而下的时候，那就变成普贤菩萨了。你要留意到这样的一个下，这个叫下回向。那么经过上回向，努力到普贤菩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要怎么样子转为形而上？形而下要转为形而上，那这个时候就是普贤菩萨要转进的地方了。这个关键就在这里。好，现在讲到这里啊，就要跟各位再补充了。先从总相观讲，
这一个如来所具备的所有生命因素组成因素啊，跟普贤所具备的普的生命因素啊是一样的，量是一样多，但是质有些不同，质也是一样，但是形而下比形而上多了两个东西，这就是我们要跟各位谈的。刚才讲这四种啊，多少类啊，跟形而下、形而上跟形而下的部分呢、啊，是都一样的。但是这些因素啊，从别相观来看呢、啊，别相观来看，这些生命因素从形而上转为形而下，透过如来长生菩萨三昧转过来的时候，它多了两个因素。从宇宙观来讲，宇宙观呢、啊、叫无常跟觉性，无常跟觉性两个。从生命观来看的话，叫无明，无明跟觉性。你留意到哈、哦，四众当中啊，有一个是神众，一个是天众，一个是王众，一个是觉众，觉悟的觉，有菩萨都是觉众，这个叫四众。所以他有什么树神，有没有主成神、主火神，有没有就神众，有王众，那什么阿修罗王啊，是有王众，有天众，日天子、月天子，然后呢倒立天什么天，这个天众，那天众、王众、神众，另外就菩萨众，菩萨众叫觉众，四众。现在四众转为形而下的时候啊，基本上是都不变的，但是多了一个觉性跟一个无常。无常从宇宙观看，从生命观看叫无明，所以这两个定义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基本上是一样。当然你从文字上看定义是不同了、啊，但我跟你讲，在这个本体观里面、啊、在本体论里头来看，形而下的本体论跟形而上的本体论讲他们结构的时候，就是这两个东西，在形而下多了这两个东西。这两个东西啊，随着太极而两仪，两仪到四象，四象到八卦，八卦到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，到无量无边的现象界，那就越往下层走啊，这两个因素的变化越大，变化越大，那叫做森罗万象，就这两个因素在变化。那我们上回向一直修到极太极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也就剩下这两个东西要除掉。所以佛教的修行就是一直叫你放下者，放下者，有没有？布施，布施，要舍，要舍，舍什么？舍这些杂质嘛。现在到这个时候，所有的因素都调整完毕了，都端正了，剩下是这两个，这两个要放下，你才能入形而上。那你现在还没到太极，讲这就多余了，因为是多余，所以所有的经典都不谈，都不谈，因为你还没到太极这个地方嘛。你甚至于还在384爻那边都还没上呢，你就以为你到太极了，没有啊。真正修行啊，到阿罗汉大概是到八卦，到十心位才到四相，法身大士到两仪，到大人位才到太极。现在太极要转入形而上的时候，这问题来了。就是这两个要除掉，因为要除掉这两个，所以他在结构上就要讲清楚了，所以这四大菩萨就出来了，就出来了，四众就出来了，有没有？很清楚了，那就由阿弥陀佛的总相观要转入什么？转入别相观了。要转入别相观了，
那整个生命结构就摊开了。那要讲这四众是什么，你又要回到四祖妙严品去了。那这个表示什么？表示这个结论啊，华严经的结论到这个地方啊，它跟华严经的前面啊是相应的。他不会讲到这里就你看这经文好像讲到最后就没了，对不对？讲到最后就没了。你这经文讲到讲到这最后叫什么啊？我也记不起来啊。一切大众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到最后又是这一句话，那你就看不到它的重点了。其实重点在这卷经文里，它已经回到本体论那边去相应了，已经都回去了。但是你经文绝对看不出来，因为这是经文的语言模式。你要看懂它，必须用论文的语言模式。那么要写论的人必须看懂经文，他才有办法讲，要不然他没办法。我不是说古代的祖师们都看不懂啊，因为他没有我们现代的逻辑思维跟理论工具。那我们受过现代教育的人，你知道此土此方众生他之所要，那么他既然是要这些，我们就要给这些嘛。所以我就把这些告诉你们了。你听到这些，不是说我们祖师怎么那么笨啊，你不能这样讲啊，这是欠揍啊。哦，因为祖师那个时代他们的人不需要啊，所以他不用讲啊。而这些东西其实啊都有讲过了。因为清凉国师把这卷经文啊，他的标题啊，他的书抄里面标题说，这一卷经文叫做重释普音，重新再讲一个普音，那这样就好。因为这四个字啊，尤其是净空法师最喜欢讲重释普音章，他讲重释普音应该要叫什么？普音相扣章。因为前面是普音嘛，其实它是本体论的东西啊，而且他是把方法论浓缩起来啊，告诉你一个一票到底，对不对？这一站是一票式的，一站式的就服务就到了，不必出来再进去啊，他直接搭电梯就到了。方法论是这样，那这样的方法论呢，他不失啊回到本源形而上的本体论里面去，他不但回到形而上的本体论，而且他又跟他的总相观跟别相观相应，有没有？跟第一卷经文、第一品经啊，完全相应的，完全相应。你有没有想过，《华严经》到底是怎么写下来的？在思维理论上维系到这种地步啊，我们啊，各位大概有经验哈，《华严经》从头读到尾哈，刚好是从头望到尾，有没有？念起来好舒服啊，哇，好高兴啊，不知道高兴什么。盖起来以后通通忘了，啊，只知道善财童子，善财童子，啊，向南，向南，向南哈，啊，南是什么也不知道，啊，向南一直往南走，会不会走到南极去啊？对不对？然后什么都忘光了，还有人念了老半天，就是说哈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你还只记得我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什么都没了。但是你知道，这部经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前后相呼应，不但方法论啊达到啊形而上，而且在形而上，他又扣扣扣扣，统统把你接起来。一点都不漏，这个哈，要不是真正大成就者啊，是不可能的，这不可能啊！我一再的分析，因为《华严经》有上本、中本、下本嘛，我们读的是略本嘛，略本这个每一句话其实是什么？
啊，是目录啊，目录上面那些名字而已啊，知道吗？因为相对于上本的这是什么东西嘛？那么这部经里头到底漏了什么？我们确实也看到了，经文里头确实漏了很多东西，没有错。可是啊，就我们来讲啊，我们要修行的东西啊，通通都有，一点不漏。如果我把这个东西一再反复的去挖掘它，我要找出说哈，到底有没有把重要的东西漏掉？基本上啊，没有漏掉，没有漏掉。唯一漏掉的是什么呢？解脱道要怎么修啊？这里没有。因为《华严经》不是讲解脱道怎么修的问题啊，它是概括性的一语带过，因为它是法界行的部分。那么解脱道的部分他没讲，那解脱道本来你就要具备。对印度人来讲啊，修得解脱道是很当然的事啊。所以要读《华严经》啊，不是你一般看小说的，胡适啊，胡适认识吧？哦，听说过哈、哦。这两个字啊，胡适，他是一个人啊、哦，你大概不认识他了，哦。他说啊，中国章回体小说的始祖啊，就是《华严经》，就《华严经》啊，章回体小说啊。你去读读看，尤其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真的是章回体小说的始祖。那你假如是这样看的话，那当然没价值啊。文学价值有啦，真理价值没有。而这部经啊，最大的特色就是真理价值的存在，他把那个真理存在的结构完全讲得很清楚啊，要怎么证明真理的存在讲得很清楚，如何回归到真理的本源去也交代得很清楚。那么真理的结构以及你修学的过程，真理如何从至高无上的地方一直演变到这个现象界来，然后我们又要怎么样从现象界再回到真理至高无上的地方去，在华严经里头这个叫上回向下回向，从我们修学回去的立场讲叫上回向，从形而上走下来的叫下回向，这样上下回向的呼应那么的完整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看到说它又像一部经集，就把各种经结合起来、哦、可是这个理论这么完备也不是一般人能写的，所以你说这些经是哪一个人把它汇集起来的，我们找不到。那翻译成中文的、哦、我们知道，我跟各位讲，光是把它翻译成中文就不得了了，不得了。最近我们跟印度的大师们在讨论这些问题，结果我发现呢、啊，我们当然有英文很厉害的人在翻呢、啊，在怎么翻我都觉得你这就讲不对啊。他是啊，他英文就是这样讲啊。我们都发现到英文文化里头啊没有这个东西啊。所以他一翻译就错。那印度人我跟你讲啊，他真的是很危险很麻烦，因为他们放弃自己的本国文明而用英文做他的国语，所以他的文明中最重要的东西啊他即将丧失，即将丧失。我们呢，中国人呢、啊，这一点就比印度人厉害。当时的印度文化进入中国的时候，虽然没有船坚炮利啊，但
印度文明进来算是强势文明，在两汉四百年间，中国很强很强硬，因为很强大，所以印度啊这个文明我们并不接受。等到东汉中国乱的时候啊，印度文明是非常强盛的进来的。照讲啊，中国文明是要被淡化掉的，尤其那时候五胡乱华，我们南方是汉人，北方都是胡人啊，北方要找个汉人都找不到啊。五胡乱华那个时代，北方是没有汉人的，所以他大可以啊引用印度文明啊。而且五胡乱华的时代，五胡啊全部信佛，全部信佛，也就是整个中国的北方跟西域整个都是佛教的世界啊。那你要转变成印度文明是很简单的，中国人并没有，他把这个语言的部分，单就语言来讲啊，他完全中国化，中国产生了另外一种文学，就是佛教文学。这就是最重要的关键处。今天你看东印度公司成立以后，印度人用英文做他的文化，他把他的东西完全失踪了，完全失踪了。所以他现在再怎么样讲他的修行怎么样，几乎没了。像唯一的就跟我们相应的这一宗，印度的这一宗跟我们相应，到底是我找到他还他找到我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这里在进行量化工程，他也在进行量化工程。本来我以为啊，全世界我们是孤儿，是吧？我们是一个奇葩，要试着要诞生，已经搞了五年了。我这个问题是20年前就谈了，这五年来在进行。今年我们出了第一本书，啊，就这个礼拜我们已经到这里来了。这几天呢，他们在台北讨论，那印度的大师看到了。他们也在进行，希望跟我们建立合作关系。那你就知道，英雄所见略同。我们真的在修行，我们在进行这个工作，他们也真的在修行，所以他们也在进行这个工作。我是准备20年的时间来进行。那现在有这个合作关系合作伙伴呢，我们成为国际，我们现在成为国际化的有两个，一个是国际易经院，一个是国际量化工程研究中心。啊，但国际论文发表会是我认为是比较小，啊，那是现代社会上的一个趋势。啊，但这两个东西啊是历史上啊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们要重新易经。你现在讲没有办法重新译经啊，你就没有办法把佛经翻译成英文。现在他们在所翻译的英文书籍啊，经典啊，就我所知道最重要的那本经书叫做《瑜伽经》啊，叫《瑜伽经》啊，全错。我可以跟你讲，100%都错。你别看，看了也没用，因为错得一塌糊涂啊。我只要看他中文就知道他错了，因为讲的不是话嘛，怎么会对嘛？话不是这样讲的，啊，那他这样讲就不对了嘛。这很清楚的事啊，我们是从修行的立场来看。那我把这件事情跟那印度大师讲，他们都错了。我说怎么错啊？他们都不是修行者啦，不是修行者怎么会翻译经典呢？他是以翻译书的立场来翻译，翻译的目的是要畅销，是要赚钱。我们翻译的经典是要指导人家修行，怎么修行，怎么修才会成就的，是要背因果的。他是要赚钱的，跟背因果什么关系啊？这就是关键处啊。所以国际易经中心呢，啊，我们已经在上个月正式成立了，啊，
国际量化工程研究中心、啊、那还要一段时间，还要一段时间。现在他们才发现，我们才发现，彼此原来哈、哦、臭气相投。要怎么样架构真正的合作关系啊？这种战略伙伴呢，我们要慢慢进行。这个就是真正修行的人在共同关注的问题。你要开悟，你凭什么证明你开悟？对吧？你说他开悟，那你怎么证明他开悟？现在都没人敢讲。所有讲的，我跟你讲，100%都出问题，都是有野心的宗教家，不是真正的修行者。所以我们要找一个验证你真正成就的标准出来。那我们有这种关注，因为我们在修行，所以我们关注这个问题嘛。他也在修行，所以他有关注啊。这是共同的目标。今天我们跟各位谈的也是一样，就是这种关系嘛。好，这种结构啊，大概是这样。因为这里面我没办法讲，因为这个要讲就要回到四祖妙严品去。四祖妙严品、啊、是所有书本里、啊、最难看的一部经啊、哦、因为它都是流水文 啊某某主业神啊得什么法门什么解脱门某某某某念了400多次、哦、所以、流水文是个催眠曲的代表。你要重新再讲那个部分、啊、它是很精彩没错，但是不会讲啊就变流水文。所以四祖妙严品五卷经文有人一个钟头可以讲完，我告诉你五卷经文一个钟头都念不完的，他一个钟头可以把四祖妙严品讲完，你说厉害不厉害？好，我们把这个结构大概跟你讲，你的概念你只能够说、哦、形而上的本体界虽然是无形无状不可言说不可捉摸，但是它还是有它的组成结构。组成结构的总称你叫如来也好叫无极也好那无所谓，你要把它叫上帝也可以，我们不反对。那你要知道那个内容才重要，那个对不对？所以禅宗叫那个嘛、哦、啊那个不懂叫这个也可以啊，所以那个等于这个、哦、这就是形而上 本体界的那个结构，总相观可以取个名字，你叫那个这个如来都无所谓。那他有别相观，其实啊，任何的宗教对于别相观来讲，应该是有不同的诠释，或多或少都可以。你说两个结构也可以，三个结构也可以。那我们说四种。哦那么有71个因素，那应该讲得很详细的。有没有更详细？我想大本华严经会讲得更详细，但我们略本华严经，我认为它已经是世间人类再也没有了，就这么一个啊、哦。好，那么这样的结构大约我们知道以后，那我们要进一步来谈了，就是他这个地方所讲。此诸菩萨色相端严功德具足所共围绕，你来到这个世界啊，你的眷属就是这四类菩萨，对不对？四众啊，全部到了，是不是所共围绕？很清楚了。现在我要跟各位讲，破除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。此诸菩萨色相端严功德具足，你看这八个字哈、哦。色相端严功德具足，你脑海里头浮起来的是什么？这叫乖儿子的影像、哦、你假如是女众、哦、叫乖女儿的影像，这叫意识形态。你浮起来你知道，我也知道了，但我告诉你不是那个影像，它是什么？色相端严功德具足指的是什么？事实的存在。你能不能接纳事实的存在？这是一个关键。
我跟各位举个例子哈，家里哈有个好儿子，你就会浮现一个影像，什么叫好儿子？对不对？很帅，很像刘德华，对不对？很乖，很会赚钱，大概你想的就往那边想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讲的是有个好儿子，指的是什么？这儿子有眼睛，有鼻子，有耳朵，四肢健全，这个叫好儿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意识里头所存在的是什么？是社会上所附加的，那是虚妄的。有个好儿子就有个儿子，我的儿子，所以当然是好儿子，就只有这样而已嘛。可是你会附加他很多东西啊，所以你对事实的存在你就看不到了。那么跟你讲说，这个好儿子他得了小儿麻痹症，或者自闭症，或者是过动儿，那你就完了。那怎么能叫好儿子啊？哎，你生的不是好儿子啊，你生的是怪胎吗？因为你不能接受事实的存在，你所存在的是社会的定义，那叫意识形态。那么当它是跟社会定义相反的时候，你就不能接受了，所以你不能叫他好儿子，那只有叫他坏儿子。那这个孩子也注定一辈子灾难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孩子的命运如何啊，其实关键到父母亲的基本态度啊。你必须以事实的存在来接纳他，你不要用社会的意识形态来定义他。好，那么这样看过来，放眼法界所有的存在，你能不能够就这个事实的存在来接纳他？能，那就是色相端严，功德具足。我们就是不能啊。所以你看什么都不惯，因为你用你的标准看的。那佛在哪里？你看那故事大家都知道嘛。一个小沙弥啊，在大雄宝殿要尿尿，他师兄啊就讲不行。他说大雄宝殿有佛在，不能在这里尿尿。那去哪里尿尿？去厕所。他厕所也有佛啊。厕所没佛吗？这大师兄突然开悟了。那小沙弥啊，是大师兄的师父啊。对不对？厕所有佛，所以很多人会告诉你到厕所不能念佛，有没有？我现在你刚学佛一定说，坐在马桶不能念佛，我告诉你，你都坐下去才想到要念佛，对不对？你在哪里都忘记念佛，就坐下去才想到啊，坐马桶不能念佛，阿弥陀佛，我操！我们都是被整过的人啊，对吧？刚学佛我也一样啊，上厕所不能念佛啊，就是上了厕所才想到念佛，其他地方都忘了。哪地方没不是佛呢？法界中的任何一事一物啊，你都要以事实的存在来接纳，那一个事实的存在就是色相端严。你这样一再的转化到通通是这样子，这个叫功德具足嘛。佛法讲什么？有吗？精彩吧？不是我讲的精彩，我说法界很精彩啦。时间呢，已经要超过了，我们剩下的明天再讲。
好，大家请回答。我此普贤殊胜行。我此